各位朋友，这个就是三哥套餐，你看，哇，这个非常可爱，这做得非常用心啊。那冰淇淋跟茶，我们先吃这冰淇淋，因为怕会融化，立刻试这个味道。三哥真的很厉害，哇，这个店非常热闹，非常精华，他居然能进到这个地方，哇，这个真的是神往。先吃冰淇淋，不要再讲了，等下会融掉。这冰淇淋的味道，香草口味，哦，这蛮香的。这个精致的店有点小错，不过味道是一等一的，相同感的。吃的好像是店面，凉凉的风，哇，舒服，舒适的感觉。来这边抹茶的，来抹茶来。抹茶这个微微的苦味很舒服，很爽。来这三哥左边，三哥的哇，很有诚意。三哥饼干，三哥卡，三哥钱包，这个其实我们才现时候来的，对，很临时啊。最近那工作没办法好好的查每个东西。最近有些朋友在问啊，工作如何啊？工作怎样？所以其实之前我不太敢讲，因为怕讲得太快，讲得太早，到时候被开除了，不就丢脸了？我想说至少做个满月，做一个月再分享。好，今天刚好一个月来分享零工工作心得。这个大概就是八个字啊，如临深渊，如履薄冰。因为我那工作是操纵机具，有大机具，我们是维修的嘛。然后操纵机具跟一般使用不一样，因为一般假设你就刚你在开门，开门先打开门锁，啵啵出去，这就是有防呆。我们专业人员操作的，专业人员操作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突破机械限制，我们可以直接下打开门，门就打开，嘣，等等，是不是少做什么？对，忘记开锁。你在没有开锁用强行用机器开门，嘣，那锁都坏掉了，挂在上面。所以这个操作机器危险，非常恐怖。只要一个步骤失误，一个没做好，机器就坏掉了，就要赔钱。当然没有那么夸张，没有那么胡乱，没有那么的严重。我是打个比方，就是毕竟维修的时候我们会跳过一些步骤，然后导致那个机器摧毁，所以你要记得非常清楚，脑袋要非常清楚。当然。东西外加很恐怖，最恐怖的时候是人受伤，因为我们操纵机就是要一个操作手，一个在上面运作手，所以要两人一组。那在运作的时候，你一开始在一楼的时候还看得到，然后只有两个人说，就看不到的时候，就发生一件恐怖事。对啊，零工时按上，零工时按上的时候，哎，怎么没声音？为什么？因为他被压扁了。这不是胡乱，这不是乱讲的。这个我们在做事时候这种。零时，东西向下，负重，东西向下，好，按下去。你这么看起来好像觉得很当兵，好像很白痴，怎么那么蠢？来一个动作，想着转，想着转，那很久了，总是有人听错指令，总是有人做错嘛。那我们这个工作，假定做过上千上百次，只要一次没搞清楚，没弄好，失误就爆掉。所以这个就是非常谨慎小心。那现在是在这个。哇，这个好可爱哦！这个相信女性朋友喜欢，毕竟三哥算是女性主播、女性朋友很喜欢的一个主播啦。哦，这蛋糕看，哦，好香，橘子味道的，哇，有个橘子香啊，里面非常的香浓。哇，这蛋糕好吃。然后切开里面，应该是惊奇的果冻，非常用心哦。这个是贴心软心。哦，我要点冰的。哦，这个有点香，香香的茶，好像绿茶，因为抹茶非常香，用香浓味道，绿色的。会打出来。那为什么会选这间店呢？其实有个特殊意义啊，因为我去工作代表什么，我就觉得直播不太行，
做不下去了。原本是全齿的，然后现在变成尖的嘛，然后变成尖的，你知道那种放弃梦想，我难过的是放弃你，放弃爱，放弃的梦被打碎，忍住悲哀。可是相对的，你看有人就坚持梦想，为什么在这边？三哥就是坚持住梦想的。其实三哥很早之前就看到他台了，然后他的成长，我们讲实话，他的成长并不是最耀眼的。并怎么证明？这是出道还发生一件事情，这个我就不再讲了，因为有点尴尬。出道发生一件事，然后那时候大家其实都以为三哥可能完蛋了，压力很大，不行了，就是扛住压力，继续做，继续冲。就是当很多人觉得哇，你可能比三哥更厉害、更能冲、更有前途的时候，一个倒下了，一个给离开了，一个放弃的时候，三哥依旧还在。然后三哥他这个我们搬起来了。梦想就这么实现了，所以现在这样你那种，啊，我不给人坚持下去，人家就想坚持下去，你这种对称感，所以我来这边就是有点见证这个梦想的实现啊，三哥完成了，我做不到的事，有点羡慕他。我来吃一下，哦，这个活动真的办得很好，真的不简单，周边的制作、厂商的联络、现场的布置，哦，真的不知道用多少心。当然没有完成梦想，我们不要遗憾。为什么？回归社会是个很不错的事啊。对，有朋友问啊，啊，连公司到底过如何？过怎样？我只能说过得还不错。为什么过得还不错？各位朋友，台湾的成年男子是没有诉苦的权利。当你到了一个年纪，30几岁、40岁，别人过得好不好的时候，你就说很好。你要是抱怨去，怨叹去。那人家只会觉得你无能，你没用，到这个年纪还没办法做出一点事情，人家不会鼓励你、安慰你，只会酸你、笑你。所以各位朋友辛苦了，台湾的成年男性辛苦了，我们之后忍受下来一份，承受下来一份。对，所以要是有人问你过得好不好，那就是过得很好。对，敬全天下的那个台湾男性朋友、全世界的男性朋友，你们都辛苦了。你们都很棒，你们都过得非常好啊！好，那评论一下，冰淇淋好吃，然后这个东西风味非常独特，非常香，体验非常特别，每样都精品。论味道来讲，应该有95分，但是论分量来讲，哎，不太够，但是梦想加成。有了这么一个咖啡厅，完成三哥的梦想，梦想加成。今天的活动是100分。